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是什么呢？今天是张真源的晚安小屋。OK，答应大家的来了，起油了。今天呢有拍摄，然后拍摄完之后呢，回家第一时间就给大家录晚安小屋。那就跟大家随便唠两句吧。这两天去上了学，对，然后现在已经是大三下了，这学期一过就已经大四了，还是蛮快的，4年一晃就过去了。4年前，我好像发了清唱时刻啊，好像是吧？对，然后今天再给大家唱两句，唱两句啥呢？怎么能碰到这个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今天有月亮吗？我这反正看不到。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。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OK， 哈哈。然后啊，怎么头发总是就缺一坨？行吧，那大家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坐飞机，我就先说晚安了，晚安大家，拜拜，希望4年后的自己也同样的强大，同样的棒，同样的开心，同样的健康。